卖时只赚了1600两，可卖完丝之后，许老板无论如何要再添些银两，所以许文义给你钱？许老板当初怕我外行吃亏，只割了手里3成丝给我，剩下的他以去年市价卖给了一个叫吕什么的人，后来丝价大涨，他们在家乡的丝啊也全都卖出去了，赚了不少钱呢。他和蚕农们都很高兴。起初他硬是要再给我添1000两，我拗不过，劝了好久，最后才答应只给500两作罢。其实他们要感谢的都是姑娘您。你如今这样子很好。不过，你告诉许文义私下会涨了？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什么都不懂，就跟他说了。不过您放心，我没有提及您的身份，他问我您是谁，我也没有告诉他一个字。你让尤芳莹去买许文义的生丝，也是为了燕家。而我更想知道，你为何会坚信这生丝价格一定会涨？他就是这样知道的吗？你方才说跟许文义买丝的人叫吕什么？吕显，吕显，就是吕显那个奸商，他跟谢薇是一伙的。姑娘，我是不是给你闯祸了？这种消息传出去，的确是会闯祸的。不过这次幸好，只是被他知道了。他，没什么，过去了。其中500两算作你的本金，剩下的钱我们俩一人一半，这1500两，你收好。你这是干什么？方英自知蠢笨，不敢缠着姑娘劳烦姑娘。只是这挣钱的法子是姑娘想的，就算姑娘要打发我，我也绝不敢收这钱。哎，你想哪儿去了？我给你钱，是想让你在尤家过得舒坦些。这几日尤月也要回府了，若不多使些银子，只怕你不好出来见我。那我就拿1张，剩下的姑娘收回去。